叶雨飞，他不在，明天再来。叶雨飞说我大哥，我们是几个兄弟困在城外，我见不到他，大家都会死，求求你了，麻烦您通传一声，求你了。等着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谁啊？少爷。 什么事？门口有人找你，说你是他们大哥，他们的人被困在城外。好，大哥，出事了，别急，我们进去说。 人在哪儿？在我房间。现在离天亮还差不多有2个小时，要尽快营救他们进城。城里的情况比城外还复杂，许多他们脾气火爆，我担心他们会捅娄子，必须给他们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。嗯，哎，你看，这样。看来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叶将军，爸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叶氏从的结拜兄弟和秦香对发生的误会，被困在城外。叶氏从想请我报告叶厅长，去营救他们进城。是些什么人？父亲放心，绝不是为非作歹之徒。可以啊，他们在哪儿？东门外。让他们在东门外靶场等着。 我派保安队过去接应。谢谢父亲。李先生，你说过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，我希望你我能够坦诚相待。叶将军，对不起。 我党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，有些情况甚至连至亲也不能透露。你不信任我，叶将军，你千万别误会。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，高举屠刀，我们稍有差池，就会有一批同志倒下。我们的组织纪律、地下斗争经验都是用鲜血换来的。作为一级领导，我要为同志们的生命安全负责。叶将军，对不起，请您谅解。 我理解你的难处，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：雨飞是敌是友？有。我一直担心雨飞是老蒋的鹰犬，
为子夜不成寐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。掌柜的，二两面。好嘞，小二，二两面。好嘞，来了。你们情况向你汇报，蒋介石自知守不住西南，责令国防部、保密局。 在中央军校联合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，培训游击干部准备和我们打游击。我打听了一下，报告都是些土匪流氓和反动暴徒。我建议我们派人打进去找名单，为将来剿匪做准备。好，我随后安排人投靠。客官，您的面。好，慢用。 昨晚，叶将军追问你的身份，我只能告知你是自己人。那我父亲什么反应？叶将军很高兴，他之前担心你成为蒋的爪牙而夜不能归。啊，徐东他们已经换上了保安队的服装，叶将军会接他们进城。我知道了。集合。 报告厅长，部队正在组织实弹训练，请厅长训示。 试试火把子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枪法，不错啊。嗯，介绍吧。 师傅，停车停车！哎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香烟啊，香烟啊，红包贼，红包贼！站长，这大白天的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罗日新，党国救你性命，不是为了保你平安。 而是要你效力于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要搞清楚，马先生是亲批首令保你赴台，我荣振上下还尚无此力。我全都明白，但是别忘了，你不是我破获共党地下组织的唯一希望。那，给我几天时间，下去。 你了解这支武装吗？这支武装叫振兴会，成员呢都是穷苦人，他们以刺蒋，以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为目的。好啊，但是振兴会的战斗力不可小觑，他们的内线已经打入军校，刺蒋正逐步变成可能。
哦，我非常担心他们会冒险行动，影响大局。那就让他们留在治安厅总部，一来可以增强我的战斗力，二来也可以防止他们冒险行动。这才是叶将军的心里话吧？您看上这支武装了？我手头正缺少一支精锐。不过您身边突然冒出一支精锐，会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？这又何难？我已下令组建总部卫队，这些士兵都是来自各区，相互都不认识，谁会注意到许东等人？叶将军早有谋划。哎，跟我说说，蒋介石的部队现在在哪儿啊？这什么呀？我怎么觉得在这儿呢？到底在哪儿？这边吧，肯定不是。立正！蒙儿给蒙爹磕头，感谢蒙爹出手相助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都给我起来，起来！谢谢蒙爹。一家人客气什么？我问你，找到落脚的地方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先留在我这儿，暂时加入总部卫队。李忠，你们来去自由，我们也不会打散你们的振兴会。你和你的部下组成一个分队。谢谢蒙爹，我儿愿意为蒙爹效劳。抬进来。李忠，这就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谢谢蒙爹。许东，以后私下可以称呼蒙爹，但在公开场合要叫厅长。明白。谢谢厅长。干什么？没出息！不是我。长官，我哥他……你先等着，电话已经打过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谢谢长官。谢谢长官，谢谢啊。我兄弟，老四，什么事？啊？哦，走。啊！子玉，你在哪儿呢？老大，哎。老二，老二，怎么样了？还在监视老蒋的行踪。我们在自卫厅，知道吗？老四都跟我讲了，等老蒋一出现，我们就见机行事。听老四说，翠玉的。哎，你别跟我提这个婊子啊！啊，老大，你别说这样的话。哪个姑娘愿意这样？要我说呀，要怪这吃人的世道，不宰了蒋介石，穷苦人没有好下场。哎，老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啊？啥怎么办？装糊涂是不是？翠玉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了，别在我面前提她，行不行？老大，你看，一个没出阁的姑娘，不怕被人说闲话。带着你娘，沿街要饭，你明白吗？洪水之后，你和老四回过家，这一路之上，卖儿卖女卖自身的还少吗？啊？你说，这个翠玉是不是个弱女子？她能怎么样？老二，我跟你说啊，她要是死了，我倒也安心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啊？难道你的面子比翠玉的命还重要吗？
你好好想想，啊，他带着你娘沿街乞讨，容易吗？他这是为你尽孝呢。就算是嫁给别人做小，那也是在替你赎罪。如果你在家，他能这样吗？能？老二，你说的我懂，可是他就这么嫁人了，我娘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大哥，找机会见到翠玉，了解一下，不就知道你娘在干什么了吗？啊，老大，你放心，你的事除了我和老四，别人都不知道。让老四陪你一块去，路上也好有个照顾，好不好？作孽，作孽啊，作孽！去接客！我不接，我打死都不接。再逼我就死给你们看！我是不会让那些畜生碰我的。想死没那么容易。哼，你死了，我岂不是血本无归啊？你呀，是老老实实的去给我接客。说不准哪一天有个贵人看上你，让你去享清福，做太太去。嗯，海棠，你接还是不接？我打死都不接。好，二毛，给我打，打到他接为止。啊！哥，我都跟你说了老半天了，你能不能看着我呀？啊！你别在这儿要饭了，你在这儿要饭，弟我心疼，知道吗？啊！老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老大。哎呀，等会儿，给俩钱。还给钱？陪我聊半天了，不给钱啊？行，来，谢谢。哎，你谢啥呀你？你是我哥，改天我回来找你。走。老大，你真喝多了呀？我想喝多了吗？行。一二三四五。哎，要不咱喝几杯去？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。走。等会儿。我心情不好啊？我可是你想喝吧你？行，那就我想了。走，上哪儿啊？哎，就那家。走，那儿有酒吗？有，太有了。走。哎，来，咱说好了啊，只喝酒。嗨，只喝酒，听你的。走。哎呀，走。干什么？哎呀，走。走。走开！是我干什么你们？我是来喝酒的。走。喝酒的人美嘛。大爷好。你们俩过来。哎呦，这位大爷稀客呀。哎，大爷好，给我拿壶酒，我在这喝酒。哎，只喝酒啊？上去喝吧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叫你拿你就拿去。快去拿吧。二毛，拿壶酒下来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哟。你们这还欺负良家妇女啊？爷，这是这驯服的野猫，怎么也不接客。您别不高兴啊，我另外给您叫一姑娘去，我们这漂亮姑娘多的是。去，把她喊来，我来去。这位爷，重新叫一个吧。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啊？来，带下来。二毛，把海棠跳下来。救命啊！走。我不接客。走。放开我！别碰他！哎呦，这位爷怎么喜欢霸王别的少女啊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老四，哎，拿钱赎人知道？拿钱赎人！大哥，没钱了，你想办法。哎。
血洗了鹦鹉，是，听见没有？你他娘的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他娘的给我出来！东哥，你容我说句话行吗？你瞧，东哥，我活着就是想告诉你，大爷没了，我把他葬在咱家，相亲山的襄阳坡上，我带着大娘去桃花，流浪到成都，大娘一病不起。把大娘给葬了，你要是有空，把大爷和大娘的坟给圆了。你要听说我死了，就当我找个地埋了，活着没人作践，死了也不想被狗咬狼啃。叶大哥，老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叶大哥，我们遇到麻烦了。起来，起来说话。我们在怡红院找到了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儿。怡红院？不是，叶大哥，你别误会，翠姐是被逼入城门的。我们老大想帮她赎身，但我们身上没有钱。许东呢？他现在在怡红院。哦，他让我先出来筹钱。你怎么离开他呢？他那个狗熊脾气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见血。不是我，赶紧带几个人过去，我去拿钱，在营门口。好，我去，我马上就去。你们两个，手上面，其他的给我塞。哎，大爷，有啥吩咐？把你们老板叫来，我要给姑娘赎身。好，你等着啊。别做了，
这些车多少钱？干什么？有种把枪掏出来试试，看你死还是我死。说话。这个爷，这海棠姑娘在我们这是又吃又……你废什么话？直接说多少钱？说。这位爷还是挺爽快的，现在时局不稳定，我们也想给姑娘们找一个好的去处。就是，就500块大洋吧。多少？王八蛋，买我的时候才花了5块大洋，你现在要500，吃人不吐骨头。这一点海棠，你别不知好歹，要不是我那5块大洋，你早就死定了。还有你们今天相见的日子吗？这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少一点。他娘的，给脸不要脸是吗？少一点不行吗？人在江湖的，早晚是要还的。哎，考虑考虑。叶大哥，怎么样？院里确实枪手，看不见老大。联络他。好。哎呀，哼，花了这么长时间，有意思吗？哎，没意思啊。这不符合咱们江湖的规矩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你们俩商量商量，我也好好想想，行不行？好好好好好。考虑的怎么样？你说，你说，别动，把枪放下。常委的经理，让特委的。常委员跟我们老板很熟的。我们不认识什么陈委员，我们只认识我们长官。老大，你看谁来了？这是干什么？把枪收起来。大哥，这是崔玉。啊。长官好。我要替我的兄弟给这位姑娘赎身。开个价吧。500大洋。400也行。长官，您说了算。我占谁的便宜，也不会占你们的便宜。哇，够了吗？够了。行了，这没你们的事了。出去吧。哎，好，走。哎，走。你们也出去吧。好，是。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许都没齿难忘。叶大哥，谢谢。哎，快，起来，快起来。
我们一定会把翠玉送回去的。翠玉是个好姑娘，流落至此不是她的错。旭东，你要善待翠玉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翠玉，这是我义兄，以后喊大哥。 这两个金条你拿着，大哥，这绝对不行！你已经替翠玉赎身了，这绝对不行！许东，你总不能带着翠玉东奔西走吧？租房买家具都需要钱。拿着，这绝对不行！我不能拿的。当年我磕头发誓，难堂堂有福同享，说话不算数了吗？ 解放军占领贵阳、黔西和遵义、衡水、潜江一线，老蒋的后路就会被完全切断，基本上可以宣告他的统治即将结束。你们的领袖雄才伟略，我看老蒋的日子不多了。 国防部遵次长到。我猜是向你这当时孔明请教来了。司令，叶厅长，请屏蔽左右，我受总裁委托，与你有要事相商。都退下吧。 行，你也退下吧。哎呀，你们不给我看国防部的详细部署，你让我如何判断共军的下一步动向？叶将军别生气，这可是最高机密，泄露不得呀。听说好了，总裁准备令第20、第15兵团由南川。 以东地区进行布防，以迟滞解放军前进，掩护虎掌关，由锦里到巴山南撤入川，加强川东防御。叶长官对此有何看法？孙长官，请。共军如占领贵阳、遵义，打开川东、黔东大门，我南撤通道就会被拦腰切断，西南防线也就撕开了一个口子。能保住贵阳、遵义一线，足以保证侧翼安全。 总裁准备南撤，战未果，何以言撤？只是提前制定应对之策。请转告总裁，卑职建议逐次转进，交替掩护，切勿让士兵感觉是被迫撤退，否则……哦，我明白，兵败如山倒，如果部队溃散，将无法收拾。请问叶厅长还有什么要我转达的吗？没有了，待卑职向总裁问好。一定转达。 电台被锁定，要分两次排放。你选择的发报地点暂时地方。这儿，还有这儿。这带地形不错，小巷纵横，方便隐蔽。啊，这儿是国民党联勤第44次补给区的司令部，司令王树和参谋长。
经做好了起义准备，紧急情况下可以找他们求援。好。啊，这是接头暗号。我记住了，我现在去拿电台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让二愣和小周去了。是有备而来的，这一带小巷纵横，地形复杂。马队长，我们能调动多少人？两个组，二十人。让两个人留守，其余的全部出动。是。等等，两位副站长都在吗？都在。让吕副站长随行，叶副站长留守。假如他离站，找人死死盯着，有情况向我报告。明白。任科长，让你的人监控总记得所有来源。是。干什么呢？回你们的岗位上去。是。